画圈更暗了。小平镜头了，马上就。那当然。来，放镜头漂亮哦。看那里。看这边。那你不是看我啊，看品霞、啊，他给你拍照。其实骂很漂亮。对啊，不然爸干嘛娶骂呢？对吧？你看爸还看糗着嘞，还看着。那是你亲死个女儿。好高兴啊！啊，我笑吗？爸真是会吃，很好。爸，你的胃口是真的是没话讲，胃口第一棒。哎，我汤好了，我给你热汤，待会还要吃水果，厉害很大，尤其骂起人来，那个孩子不减当年。不骂人了。你好，爸说要吃那个红萝卜汁。来，那个平衡，耶、yeah。我戒，跟抽烟一样，已经戒了，戒骂人了。半个月了，牙子已经。真的、啊、了不起，那可是会不会身体不舒服？尼古丁那个。了不起。爸爸，那57年不回国了。呀、yeah。58年不回家了。Yeah。 谁有这个决心？中华民国的人。孩子61年不抽烟了。你家那个烟可能都还有。哦，所以那些烟都还有，都不抽了嘛啊。不要了啊。好，好，这个好。谢谢你，谢谢他。谢谢那个黄，真要谢黄将军呀，帮我们弄的。他现在，我先聘他来呀、啊，帮我在做这个台湾跟美国这边的生意。他很好，人很好。很好活了吧？啊？他妈死了吧？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问呢。我跟你讲，那么喜欢他们来，是因为你可以给他们挖耳朵，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有点无聊？哎，那个 Alan 你真不错，你那么大还被那个，还被阿姨虐待。耳朵好脏，你看那么多，有，你看那么多脏，那个以前尖尖。太恐怖了吧？怎么那么多？他耳朵，小平，你从来不给他们挖耳朵的。我也不懂。哎，不要过来，不要碰到他们。那个我们小孩也是好喜欢我给他挖耳朵，我每次说要挖耳朵了，他们马上就不是，他们会觉得很好玩，很舒服。你这是摄影机还是照相机？都有 both。Jessica 好漂亮哦，好大一块，她像萧亚轩，比她人家漂亮。Yeah，Jessie。哦，你看 ，Jessie， 乖，哎，怎么那么恐怖哎？哎，这太大了吧？他以前比这还要大的。哎，健康。哎。Teresa， 哦，嗨，现在正照了，现在坐这边照，先坐这边照 ，OK， 大家坐啊，坐好，去，好热，先不要讲话，我们先照，我再照那个，叫平衡过来，大家来照相，大家换衣服，这边很好，这边可能你就拉出来一点，对。做这个全民乱讲，这个好笑的。哎，小心那个，小心那个眼睛。全民乱讲。你在台湾也看的？有，看得笑死。一直在强调2014年怎样好。讲可以。你左位背。这样可以在这里。左位这个都。就今天来接我们。Okay, thank you, Richard. Wow, that's so small. Yeah, I just got it in Japan. The smallest the digital camera. 董阿姨在这儿。小凤也来了。哎、hey, ，Phyllis 爷爷，还有小红 ，Steven 小红。Debbie 呢？呀 ，Debbie 现在在芝加哥过不来，因为他飞机没有办法过，他明天才过来。Debbie 啊。Debbie 明天才过来。对啊，飞机。
我是Phyllis。那个Debbie她今天啊飞机晚到了，所以她明天才过来。Debbie 明天要吐是吧？来要吐，来来来。How are you？ 好，喝点水好。喝点水。你要喝茶还是喝水？那都上帝，我比他更高。OK。没有，所以，我离开，我就是，完了之后，我到礼拜三。好，爸回答你吧，爸马上就好起来。大家都陪着爸去到做礼拜啊，对。明天我看，明天是礼拜天了，对。因为匆匆去，是一个男人是，大壮的事。这是 Phyllis， 这是 Phyllis。我们要打口水了，他在楼上，我在楼上。小红，走路这样对啊，抓头发，对，抓头发吃那个，对，一点不错，抓头发吃手指头，爸还记得，爷爷还记得，爷爷对，土子叫小土子，对呀、啊，土子也来了嘛，土子今天也来啦，他也从三藩市，爸，你看你所有的孙子啊，都来看看你呀、啊，赶快好起来呀、啊。他们到机场了，所以他就回去了。他们到了，是不是？你们俩去喝水。好，我们去喝水。好，爸睡觉了。好，爸休息啊。好。照相。好，明天我们照相。不认识。啊？认识啊？怎么认识啊？对呀、啊。董老师好好哦，好有爱心哦，爸，你真有福气，有那么多好的医生哈，来这边照顾你，对啊。爸今天妈这边睡觉了，妈已经，哎妈睡觉睡得很好啊，都吵不醒了啊、哦，哎妈，哎，太累了你哈。And then the traffic light turn right. Th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corner, they have Walgreens. Are you going to Walgreens right now? Yeah. You can drive, Adam? No. Oh, okay. 赵宇开车，因为他路比较少。哎，他们来了没有？他们自己租车还是怎么样？他们自己租车刚刚才到。哦，这样子啊，听说了他们是搞糊涂了，是吧？真的是绝了。Okay. Okay.Oh, I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Can you explain to Adam, right? Okay, where's Adam? 不是，等一下，哎，你们要去哪里吃 ？No, we're going to eat here. Yeah, 你们在那，你们要去哪里 ？I'm going to Walgreens. I need to get like eye contact stuff for my eyes, and he needs. 我刚刚一直开着这个，这我刚一直开着都。那才好玩。弄错了呀。Walgreens, you talk with the pharmacist. This is Grandpa's name. 哦，这是什么？蛇胆穿背衣。哦，太热。你不晓得。你好。还有一点点，往下搓一点。好了，清洁66给我。哇，好可爱！我在旁边。你最好穿个袜子。哦，我好热哦，爸，你还叫我穿一个袜子。他反正照相照不到脚，我是怕他早点。那黑袜子。他说你怕你凉上。不会不会。OK。
姑娘，我也好热啊。Hi, Adam.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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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收了。好了，就这样，那就这样好了。好，非常好。我们俩收拾完，爸妈先照是吧？好，给爸妈先照一张，来，爸跟妈先照。好，好，来来来，那个谁，下一个。下，好，哎呦，妈真的，哎呦，还牵着手，你看妈像小鸟依人一样的，你看妈真的好可爱，那个笑眯眯的样子，哎呦，哎，爸笑也很可爱，你看爸笑容满面。哇，恩爱夫妻，来，动画的，所以那个 ，OK， 现在是还没有在照相嘛？那还是用照相。哎 ，very good。爷爷外婆脚，来，哎，这样很好，这样很好，中间一点。他不行，他这样会太高了。这样很好，这样子很好，爸，这样啊，不然他会太高了。这样子，哎，这样很好。OK。他这个是录影的，他这个，所以这个现在这样，是动画的这个，所以可以动，可以讲话。你这没有电了吗？没有，我那个近的。第一集的照相机没有。照相机，这个录影机还是有。你老是觉得他不觉得震动，都慢慢琢磨。哎，弹管好。你在家地啊？我教好了。哎，不是，哎，我路上好溜。对。嗯。慢慢找，不着急，再弹一弹。哈哈哈哈哈！高兴，看到没？还招手。还有一点，再摇一摇，它均匀一下。快完了，之后我们待会去。吃完药擦擦澡的话。对，就舒服。就可以睡个觉。嗯。爸，我明天是6:15就走，慧弟来接我走哈，所以你就不用那么早起来。OK。啊，反正我4月底再过来看你。牙齿不是牙齿拿下来。啊。你吃完了、哦、差不多了。妈很可爱，把那个牙齿拿下来的镜头刚好把它照进来。OK, 把机器关了。多难的机器。那个机器没关系。那个机器。没有关系，我没有看。我学的没得关系。我不在医院。对，休息。你现在要带上。我睡觉。对，再带。嗯，对不对啊？对，我们现在吃点中药可以吃了。我 like, oh, you understand Chinese? I'm like, oh, 一点点。And they're like, oh. And so they buy a lot of stuff for me because I'm Chinese also. Oh, really? Good. Okay, great. So we are on our way to see Grandpa. All right. Bye. Let's finish on the airplane.On the computer. Tell us. Look at your mom. Where's mom? Hey, what's up? Mission disaster. I got president.听他口的，看他一动啊，我来听。来，力量大一点，哎，你们男生力量比较大，帮爷爷抱起来，哎。拖着屁股，拖着屁股，哎，慢点。嗯，有救头啊！挺好。爸爸，你可能要穿长裤哦，我看你会不会冷哦。我们大家都穿长裤，你会不会冷、啊？盖个毯子也可以啊。不要穿。啊，盖个毯子好了。我往外走，把这个椅子给你穿上。盖个花毯。
嘿嘿，哎，爸出来跟我们聊天了。爷爷出来。会冷啊，咋的？明老师准备坐在这个座上呢，还是坐在这种抓坐鸟的位置哈？我拉的。你不要动，我不动，咱们谁也别动啊！我没动，好了。那个按反的，放在那边放。来，那握着，他要撑着，对，要撑着。赶快一个人把这个拿走，搞定。对，我要撑着。好，好好好。行。这小妞，都会冷，要不要把它扣起来？应该不会，喜欢下你。那药剪完没有？药我剪了一半，我过来帮你怎么来着？搓脚呀。OK， 我叫他们来。哎，嘿嘿。No, this is how we're supposed to do it. Really? Yeah. 他听不懂。Mom explained it to me. 爷爷问你几岁？哦，我几岁？二十五。二十五岁。我跟那个当兵，那时候当营长啊，早就当营。哪呢？二十五岁还没结婚。做什么呀？爸，你几岁结婚呐？我姓曹，名杜兵。紫如六，紫如六，山东临县人呀。县直营长张伟结婚儿，我到个地方见这老朋友就去。爸，少讲点话。很好啊，上位结婚儿，没体力。Yeah, 没吃要吃东西啊，吃东西就是胃了。我听到吃药，我们的沈大夫啊，真好，搞来的药。对，我要把你重新调配，可以开胃的。今天中药还是中药好呀？野西洋参泡的。哦。这你看，他本来前段时间都出虚汗，现在没有出虚汗，有体力，就是这些药帮忙很大。那也可能。马上就好，调一调。明明是谁啊？什么明明是？哦，他儿子。嗯，跟他亲戚特别张的，是吧？这你儿子的？啊。哎呦，很有心呐、啊。你儿子多大？七岁了。哦，这么大。你看，这他儿子给爸的嘞。谁呀、啊？董汉的儿子给你的。卡片，你看。卡片，你看。他哪里念书？是哦，他在就是奥斯汀，有住曹爷爷。哦，那很好。曹爷爷，这是简体字的“爷爷”两个字，早日看。真有心呢，爸。你看。过佛都。哎，放着放着，真好。半粒药，他说要赶快吃了。不是，这俩时间那个他俩不会送你的啊。他没有关系。爸是在看 Phyllis， 这是 Phyllis。不通过，然后他说。哎，我先把你的 DVD 看好清楚啊，用这个看。是啊，我好棒，对啊。Oh, you've been making more DVDs, Mom? 对，我这个要把它烧成 DVD， 还在那里面。对对对。好棒，要不要看？就上次 DVD、上次做的，我这个可以把它烧成光碟片。我上次烧了光碟片，很好，很清楚。但是你要不要看？爸早上有看。好，要不要看？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次。
Yeah, I want to watch it. I want to see I want to see your DVDs, Mom. Okay, 好。真的很清高。那清高够了。对。骄傲。啊。我的骄傲，那个上次国防部长没有。